我昨晚想嗰个计划，想到天光。咁你昨晚又冇瞓啊？一日大仇未报，我一日都瞓得唔安乐。如果俾你报到仇，咁你打算点啊？打算一个人去隐居。你一个人唔怕孤独咩？已经孤独惯啦，而且冇理由以人陪住一个盲眼嘅废人。你知唔知道一个人最寂寞嘅时候，就算四肢五官齐全，都好似废人一样啊？我已经负累咗一个女人，我唔想再负累第二个。你净系识得话怕负累，咁你有冇为我谂过啊？小桃，我已经同你讲过，我陪你唔起。而家我心除咗仇恨，再唔容纳得任何人。笑未啊？佢睇医生噶啦，而家都好翻好多。我睇怕佢都系单丝病嘅啫。老爷，少爷有信。村有信？系咯，佢不嬲都好小信噶。我嘅信啊？唔使咁驚，我睇一個信皮啫嘛。哎呀，聽你啊，你仲有燒嘅，做咩打大隻腳唔著翻鞋啫？佢答應我啦，佢答應我啦。莎士比亞講得真係啱，真正嘅愛情道路係永遠崎嶇不平嘅。不過我哋已經接受咗考驗，而家已經去到一條康莊大道。点解唔出声啫？阿川，有件事我想求你。讲咩求啊？有咩事嘅最紧出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我想向你借20万，俾我一个朋友，佢有啲急用。20万啊？呢个数目都几大噶。不过我要声明，呢笔钱系借嘅，
因为我嗰位朋友有血海深仇，要翻上广州报仇，佢需要一笔活动费。系咪罗四海佢哋？200,000对我嚟讲唔系一个大数目。要俾200,000佢朋友至可以娶佢，都唔知咪插白党嚟嘅啫。妈，乜你咁讲啊？谭小姐绝对唔系插白党。哈，你啊讲得好笑啦，额头作脱字噶。唉，佢信里边都讲得好清楚咧，嗰啲钱系我嚟俾嗰个南千王罗四海嘅。罗四海就系人都知道嘅系老千，如果全心靠呃嘅，又点会带佢个名出嚟？要200,000报仇啊！想买100,000条人命咩？你唔好问咁多。江湖上嘅恩恩怨怨，你啲女人唔识咁多。第日啦，你入咗老千局嗰阵啊，你就唔慌唔知啦。你放心，佢系南千王，我系澳门王。就算佢呃得到我，都出唔到澳门。阿爹啊，唔好讲咁多啦。你究竟肯唔肯借200,000俾小唐啫？我得你一粒仔，点会唔舍得？多谢阿爹。有机会啊，我都想欣赏下呢个男神眼个风采添。有幾點我想不通，不要太過辛苦啊。如果想通這幾點，就算辛苦一點我都值得。卓生他們呢？他們去了郊外練槍，阿星學嘢真的學得快。小唐，你要出街？我回戲院了，明天要換新戲，我今晚要通宵排。你手上梗係揸住啲嘢啦，你行路我聽到你一邊腳重一邊腳輕嘅，係咪？冇，我帶啲營養品翻戲院啫嘛。小唐，真係難為你，我。你想讲咩？都系等你翻嚟先讲啊！翻嚟先讲。系啦，若果物料失常嘅呢？有咩说话？你而家讲。你又唔系唔翻嚟嘅？你走啦！若果物失常嘅呢？咁我走啦。你小心啦。咁我走啦。小唐，你仲未走啊？
唔错，有阳坚七成，只有七成。你唔系阳坚，有佢七成已经够用。好啦，练咗成晚，天都光，翻去啦。师傅，四哥，翻嚟啦。系啊，喂，好攰啊，休息一阵先啦。啊，师傅啊，你有封信啊？啊？哦，系家姐写俾你嘅，读俾我听啊。哦，师傅，有张20万嘅支票。20万支票，快读。哦，四哥。当你收到呢封信嘅时候，我已经系何家嘅心抱啦。我咁样做系想得到何家嘅20万，等你可以用嚟翻广州报仇。而家我帮到你啦，我真系好欢喜。阿星，你而家应该明白点解我会同何川咁好啦。四哥。我祝福你哋可以翻去广州报仇。如果系可以报到仇嘅话，唔需要多谢我。我只系希望你心里边永远有我。你会当我系慧清姐咁，永远都记住我。唔好再读落去。四哥，师傅，估唔到我害咗慧清。而家又扶你埋小堂，师傅。如果我哋而家去，会赶得切。冇错，我哋唔好讲咁多，快啲抢翻堂姐翻嚟啦！点都要搏一搏噶啦。四爷，你一定要去。如果呢次唔去，你只能令到小堂一世痛苦嘅啫。你谂下。我哋出生日死咁多次，金堂点可以冇我份啊？老爷，我哋点做啊？小堂，阿川，我对你唔住。小堂。
未請教。在下羅四海。卓日夫。南神眼，北千手。久仰大名，不過兩位亂闖禮堂，好落在下嘅面吧。是非得意，請容老闆原諒。哼，呢啲有得原諒嘅咩？好，我又想聽下你點樣情非得已法。請入嚟書房傾。阿姐，我有分數。原來羅兄同譚小姐早有一段情嘅，係人都知道南千王有對神眼啫，有邊個估得到佢仲有一片痴心？容老闆，我知道我呢次咁樣嚟係會令貴公子好難過，不過呢啲嘢係人都會自私，除非你唔愛小唐嘅啫。容老闆，有冇可能放我哋一馬咧？我知道，小唐嘅心早已經俾咗羅興。如果我哋一串取咗佢，遲早必成怨偶。不過咁，兩位今日咁樣做法，實在太落在下面啦。我雖然好欽佩兩位，不過我就咁放過你哋，以後我好難服眾噶噃。咁，容老闆，你想點啊？既然兩位都係南北千王，在下亦都喺賭場度揾食嘅，唔啱我哋賭一鋪咧，賭一鋪。嗯，让我亲自开三口大细，你三口都买中你，即刻放你走。如果你有一铺买错咗，